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每天带你探索。现在菲律宾情况这么严重，他们还有精力把这一个修得这么漂漂亮亮、白白净净。如果你们不知道他的样子的话，你去看看我的作品，你们就知道曾经这一个是多么的成什么样子了啊。然后的话呢，今天我带你们去看看翁斌，哈哈，兄弟们啊，我带你们来去看一下啊。现在的话呢，现在的这些金铺呢都开了，我不知道卖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啊。然后的话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那这些服务菲律宾的小摊小贩呢，他们也都开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那接下来呢，我换个镜头给大家，大家用我的镜头好好的欣赏一下啊。废话就不多说了啊，不好意思，我等一下换个镜头又讲废话了啊，不好意思，兄弟们啊。来，我们接下来去看一下啊。那呢，我们可以看得到啊，菲律宾的马车。菲律宾的马车已经出动了，来看一下哇，这一个马车啊，马车的话很贵啊，坐出去啊让你心碎啊。然后的话呢，我们再看一下这边的商船呢，我跟你们讲啊，兄弟们，这边的商船呢，你看现在这边基本都是金铺，但是金铺都还没开啊，路边的金铺还是比较有开一点的啊，位置好的它有开啊，因为租金比较贵嘛。然后每个里面的工作人员都很漂亮，我很想去认识一下，交个朋友，买个金子，但是为什么？神探为什么？没钱，他叫做穷神探，哈哈哈哈。我们再来去走过去看一下，一定到底啊，废话就不多说了啊。啊，我不讲废话，我怕你们无聊。没办法，牌面一定要到位啊，是不是？现在开始堵车了，有没有？开始堵车了啊，这个是一个大连酒店啊，很多人的记忆啊。接下来我们走进去了，去看一下兄弟们啊。你们看到这是翁斌街，翁斌商业街，这里有很多金铺，很多都基本都是福建的老板啊。改天沈腾有钱了也来这里开一个啊。粉丝们凭着实际的粉丝灯牌啊，我给你们安排得好好的，明明白白的，好不好？兄弟们，我们走进去那边看一下。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， 听见了没有 ？And Happy New Year， 它就是圣诞节和新年一起快乐啊！啊，大概是这样。啊，这个都有啊，这些都是啊，保安、啊。我们走上去看一下，你看这些都有开有没有，兄弟们？那很多店铺都关了，其实现在大家都很难了啊。不过呢，在其他地方你可能没看见这种店铺。那么呢，翁斌街呢会有中国非常传统的东西啊，像这些000啊，等一下我来买一点直播的时候用啊，有没有？还有一些招财猫啊，我们进来去看一下还有什么金银呢？还有这些金蟾蜍什么，到时候我去买一点这些东西啊，今天我就买一点这些东西，等一下就不拍了啊，买一点东西啊，在我的直播间见就可以了，兄弟们啊。在翁斌街呢有非常传统的这些店铺啊，什么我们的烧香拜佛的香啊，还有这些经营纸箔啊，在我们本店铺都是非常的多的。然后这些是要排队进银行的，兄弟们啊，你看每隔几步就一家，每隔几步就一家，这一家我们来去看一下啊，兄弟们啊。然后警车也会当多，他都一直在叫叫。我们看一下，还有这些功能，你看非常的卖力，这个很重的。Hello。这个是什么？啊，不是很重，这个不是很重，啊，这个刚才那一个在叫，在管你了啊，有没有看到？菲律宾的人他们就拿着这种，他们的工资一天才多少？大家一起说，500左右，大概是75块钱人民币左右啊，兄弟们啊，啊，你看还有这些这么多经营纸箔的杂货店有没有？现在你们了解了吗？那么呢，兄弟们，我跟你讲现在的情况呢，你看，所有翁斌街的小摊小贩也都全部出动了，兄弟们啊。大家为了生活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啊，所有的店铺也开得这个七七八八的，还有非常多巡逻的、啊、我是菲律宾的探索者，每天带你探索菲律宾啊。这个滴滴滴，这个滴滴滴，我还太害怕它干嘛的啊，走远一点再给你们装一下。所以说干嘛不要怕，牌面一定要撑住，永远没有永远的困难，将我们度过黑暗之后，黑暗过后是黎明。快到圣诞节了，我也不知道手机什么时候不见，但是能多给你们拍一点，我们就多看一点。